新竹市已跃升为国际性城市。从城市永续发展来看，污水接管处理率与普及率是重要的开发指标。因此，新竹市首座处理家庭污水的重大建设——克雅水资源回收中心因应而生。但新竹市已是一个开发接近饱和的大城市，要设立广阔腹地的水资源回收中心，将是一个难题。因此，从无中生有，转向规划海埔新生地是最佳的方案。除了可以克服土地征收不易，同时也解决新竹渔港的航道淤积问题。首先规划采用爬溪式抽沙船，减低对渔船进出作业的影响，而输沙管路分为海上与陆上布管，海上依海床高程布管至抽沙船，约40到80公尺，视航道需求调整高程，避免干扰渔船航行。陆上则配合中继加压站以长距离方式输沙，平均运距约7.7公里。填土区的沙层土质采用动力夯实，场站区更辅以挤压沙桩方法以改良地质。经过了2年填海造地过程，基地已经成型。此外，除了海埔新生地的基地范围外，还包含进出厂连外道路、桥梁工程及衔接克雅、香山、主次干管污水进放流管线推进工程。在这次过程中，达阔展现专业整合的坚强实力。水资源回收中心总面积约17.2公顷，用地规划可分为防风林面积约5.6公顷，处理设施面积约6.6公顷，回馈用地面积约5公顷。处理设施区的整体设计以节能与绿建筑指标为要求，回馈用地则希望创造一个洁净的亲水生活空间，提供民众运动放松的休闲去处，甚至衔接新竹17公里海岸线自行车车道，沿途可欣赏优美景观。新竹市的生活污水透过污水下水道汇集至克雅水资源回收中心，全期每天平均可处理13万吨污水，在进行三级处理程序后，已符合标准的水质排放至克雅溪，但更积极是转为水资源再利用。全球水资源短缺，尤其台湾属不容易蓄积水资源的地形，开源不易。因此，加强节流，提高回收用水的利用率是当务之急。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建设更显重要，为未来台湾水资源运用上创造了希望。接着，让我们一同了解水资源回收中心处理步骤。
第一道步骤是污水经自动拦污栅去除较大固体物，确保接下来各流程运作顺畅。再经过涡流沉沙池，将水中的沙粒去除。接着到初级处理单元，透过初步沉淀池去除油脂、浮渣及大部分可沉降性悬浮固体物。初级处理水流至生物反应池进行生物处理，去除水中恶臭来源的有机性污染物质。之后进入二级沉淀池，主要是将生物反应池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与液体沉淀分离。经沉淀后的污泥排至回流污泥井，上层较轻的水再透过溢流堰送往沙滤池，再一次经过沙滤池过滤处理，水中已经几乎没有杂质。最后到采用紫外线照射消毒法，以不影响生态与环境的方式排放。而污泥处理单元可分为污泥浓缩、污泥混合及污泥脱水等处理单元，使污泥达到减量与安定后，再制成污泥饼清运掩埋，往后堆肥化污泥可作为有机肥料或土壤改良剂，使污泥资源再利用。未来经过处理的水可用于新竹地区道路清洗及路树浇灌，在缺水期间更可补充消防用水不足，达到水资源零废弃，解决未来台湾将面临的缺水问题。在地球严重暖化与变迁的当下，维护地球永续存在一直是达阔的企业使命。以克雅水资源回收中心为例，不但解决河川与海洋污染的问题，也让人类免于生态浩劫的威胁，更以纯熟的水处理技术让水资源再生循环，达到珍惜地球资源的目的。未来达阔也将持续为地球尽一份心力，持续创造希望，创造永续，创造地球与人类双赢的新世纪。克雅水资源回收中心。克雅这个工程是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新的挑战，它是一个从零开始，包括填海工程跟造地跟一些绿化工程，这个不是一般所谓的污水处理厂，它还有篮球球场啦，或者一些给人娱乐的地方啊。当然在水处理方面它技术也是非常高的，我们不会看出来是一种污水处理厂，因为大家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游玩。达阔的专长是在这个环保机械渔电的方面，克雅工程就把公司带上了更高一层楼。那么有了这个工程的需要，我们也是用特殊的方式把一些新的员工领进来，他们现在已经组成一个新的土建的团队。以后我们在做这个环保工程的时候，特别是有 VOD 案子，我们可以整个承包下来，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公司的实力也是增加了。从这新加坡投资者的角度来看，可以说是非常大的突破。